台东基督教医院日前引进磁振造影仪，除了肿瘤，也是脊椎神经、关节、脑部、血管等病变诊断的利器。有检查需求的病人直接在院内就能受检，不再深受舟车劳顿之苦。院方人员为我们解说这台仪器的好处。磁振造影扫描仪呢，它没有辐射，那它是利用磁场的原理，然后侦测人体内的组织，不需侵入人体就可以得到各种切面的那个检查影像。因应台东高龄人口，这台磁振造影仪有多项友善银发族的功能，加上成像技术更快速先进，有效降低检查失败率。另外，由于磁振造影仪是利用磁场原理侦测人体内的组织，不需侵入人体，受检者只需要安静平躺25至45分钟，就可以获得清晰的检查影像。那我们这台设备呢，还有比较先进的功能，就是它不需要注射显影剂就可以得到很清楚的血管影像，对一些肾功能比较不好的病人是很大的帮助。磁振造影仪启用之后已服务100多位民众，东基希望磁振造影仪到位后长期追踪的目标能再向前跨步，也缩短台东人致癌之路。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蒋明志整理报道。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，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，关心你的点点滴滴，正声广播电台。